在云端，中国大陆上海中心大厦顶级的空中饭店正式营运。厅位在101层，最高楼层在120层，提供165间客房，距离地表超过556公尺，号称全球最高的饭店，俯瞰上海外滩，繁华美景尽收眼底。One of our unique services is a hotel tour. We have over 1,000 art pieces in the hotel, and many guests are very keen and eager to learn it. 位在上海市中心，中国大陆最高的建筑，这绝佳地点。当初吸引不少国际品牌竞标，最终是上海本土企业锦江集团拿下。我们更多的考虑把这个机会给我们中国的品牌，给中国的企业。中国品牌力争挤进全球高级饭店，新开幕的上海 J 饭店号称的高度比原本广州、杜拜的高级饭店还要高。竖起来的外滩的上海中心，就是能够真正体现它这个垂直城市的功能已经完善了。比高度也比房价，上海 J 饭店最贵的空中套房一晚将近29万台币，希望打入顶级客群。 TVBS 新闻综合报道。请订阅、按赞、分享 TVBS 新闻频道，并开启小铃铛，也请下载 TVBS 新闻 APP， 随时掌握国内外大事。